你好，我是董振龙。那非常感谢大家呢，因为我最近呢，在 Facebook 上啊，去用病毒行销的方式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方面的工具跟知识，那也结交了不少朋友。那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是我的 email 的信箱，就是这两三天所累积的。而你看到这个商品编号，就是有人透过我的推广链接购买，所以我就得到奖励金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有很多人其实大概我们接触到上大概1000多人，然后呢有很多人加入我的台湾转售权第一站的会员，那有很多人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那也是好多人加入我的电子报，然后还有购买这项产品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不止塞爆我第一页，还有这个分类满满的2页，这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活动，而且还累积到第3页。所以其实这一个活动呢，这个病毒行销活动呢，做得算是非常的成功，其实远远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。所以呢，那我今天为什么要拍这一部影片呢？最主要是除了感谢有透过我的推广链接购买的人之外，我还想要送给你两份大礼。第一份大礼呢，就是呢，只要呢你确定你是有透过我的推广链接购买，那当然我也会去确认。那你留下你的 email，你那时候购买的 PayPal 的 email 跟姓名，那因为我这边都会有记录，我这边都会收到谁有购买这样子。那你只要有购买呢，我就来信给我。我的 email 是 IANWON6 小老鼠 yahoo.com.tw。只要你有购买这项Facebook 病毒行销工具呢，我就送你我跟 Fever 两个人写的一本电子书，叫做《网络创业迷思破除精华》。在这里头啊，我们会提到很多常见的网络创业这方面的一些迷思、一些错误的观念。那这里大家目前看到的就是我的一个电子书的销售网页。那你有兴趣，当然也可以来我的转授权的网站来下载试读版。但是重点是只要你有透过我的链接购买，我就会送你这一本电子书。这一本电子书原本是太卖的哦，就是因为我是卖影片，然后这个是附赠的。那我想说，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交个朋友。那只要呢你有购买，而且加入本站的电子报或者是会员，那我就送你这一本电子书。OK，那更好的是呢，如果你还有加购那一套病毒行销系统的一个加购的一个 OTO。也就是27块美金的一个产出视窗，有买的人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如果你有加购这项功能，因为有加购这项功能呢，会让你的成效比原本还要好上3倍以上。那呢，我就额外再赠送你这一本《联盟行销精华》。这本电子书呢，是我为国内外的联盟行销，比较大的平台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然后呢，而且呢，如果你本身呢也有听过 Infinity Downline 的话，我也有特别的去为他做介绍，所以这一本电书你也可以拿来作为你推广 Infinity Downline 的一项工具。那再来呢，更好的是呢，我为这本电子书呢设计了两种版本，一种是免费版，大概30-40页左右，是从这本电子书截取出来。那这一本电子书是你可以免费，就是我替你写好的一份报告，然后呢，我用所谓的另外一套病毒行销的技术，让呢里头呢原本呢放的推广链接是我的推广链接，那你只要注册本站的会员，我就能够呢让你在本站下载到呢，就是里头刊录的是你的推广链接，了解吗？就是你只要把这个电子书原本里头是你推广 ID 的推广链接，然后换成是你的推广链接，那你只要大量送给别人，
送给别人就可以了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提供了这一本联盟行销精华特级转授权。所谓特级转授权，就是呢，当你拿去卖给别人，那我们建议你至少卖给别人200块，那你可以赚一点钱。那别人呢，也就直接被授权，他可以拿去转授给别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希望这本电子书就像病毒一样的扩散下去，让越多人知道越好。OK， 所以呢，基本上你只要卖个一两本呢，我原本是卖400块的哦，这个价值是400块。那你原则上只要卖个一两本呢，你卖个一本就赚了，因为如果你先是通过了连接购买，那我是这400块价值的联盟行销精华免费送给你。好，那重点来了，就是说，这个是你有加购这一项，就是这个27块美金的这个弹出视窗的功能，我就会送给你这一本。但是如果你原本已经有买了，然后呢也有加购了，那你就直接跟我讲，我就免费送你这两本书。你原本有买的我也送给你，我就是大放送，大家交个朋友嘛。那你只要加入我的会员，我就全部都送给你，我也不啰嗦。这本电子书我花不少功夫写，总共有110页，所以呢，而且也是你可以拿去转卖的一个产品。OK， 所以我相信呢，我这一次呢，透过这个病毒行销，其实我们整个环节都是着重在病毒行销。那我也透过这个机会呢，给你展现的另外一套病毒行销的方式，也就是利用电子书加转授权的这种方式来做病毒行销。那有兴趣的人就可以通过连结购买。那在最后再更新一下，我总共呢到底昨天这一波这样子推广下来，其实超出我的预期。其实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PayPal 的账号，就是我收到的款项蛮多的，其实已经累积了大概8000块左右台币的奖励金。那为什么会那么多呢？我其实也搞不太清楚，因为那个作者啊，他提供的奖励金啊，说是75%，但是啊，我却收到100%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就送到我的 PayPal 的信箱过来。你现在看到这个都是13.4块，这个都是100%的奖励金。那也有一些朋友因此希望我录制教学，教他们怎么推广这个产品。那我也有录制的，你可能在 Facebook 上或跟朋友找看，应该回到我的 YouTube 的频道去搜寻 Facebook 病毒行销术，应该多少都会找到相关影片。因为我为了这个系列录制已经大概四段影片左右，所以我觉得我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他都付给我100%的奖励金，可是已经付到我 PayPal 来了，他应该不太可能会再抽走吧？我这几天收到的钱都没有被抽走，所以呢，这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系统设定错误，所以这代表我每卖出去的所有的推广奖金，他就是相当于他提供了对我啦，我不知道对其他人会是怎样，但是相当于提供了100%的推广奖金给我。OK，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，我感觉我奖励金怎么才两天这样子就累积到快8000块了。OK， 所以呢，这套系统是真的蛮能够卖的。那我最后呢，很开心的就是说，也有蛮多人呢，因为这个活动呢，就是有跟我连接洽，所以呢，昨天呢就认识了一个人。那我们今天早上中午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小聊一下，那我也发现，很意外的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那我们当然也有机会去谈一些也许可以怎么互相协助、互相合作的机会。所以我今天录制这段影片呢，也不是要向你展示呢我赚了多少钱、多厉害，重点是我想要跟你交个朋友。那真心诚意的，所以呢，我也愿意呢，把我已经写过电子书免费送给你。那就是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交个朋友。OK， 那希望你会满意我目前为止的安排。
OK， 那我是董正龙。那如果你要知道更多讯息，欢迎留言给我，到我 Facebook 搜寻我的名字，或者是写信到我的信箱都 OK， 或是到我的网站哈，转收点第一站。最后呢，提醒大家呢，在你看完，如果是在 Facebook 呢用这套系统看完影片的人呢，请不要请在离开就是这个影片的时候，让系统自动导引你到购买页面，因为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个，你就把它关掉了，那你就没有机会买到这个产品了。那当然前提是如果你想要获得我这些免费赠品的话，那我也想要跟你交个朋友。 OK，